Hello， 大家好，今天在 YouTube 频道里边要跟大家去开箱我在纽约旅行的时候在布鲁克林的苹果店购买的这台 Apple HomePod。 那在买的时候呢，有黑色跟白色可以选两个颜色呢，我到付账的前一秒还在纠结，最后呢是我爸爸说白色也挺好看的，就购买了这台白色。购买的时候呢刷完卡他就问我要不要包装一个袋子就拿这个专门用来装HomePod 的这个白色的手提袋装的这一台 HomePod 回来。然后呢我爸拿到的第一感觉就是说还挺沉的。另外一个呢，我爸就担心这个袋儿兜不兜得住，实际上这个纸袋的设计呢是专门为 HomePod 设计的，所以也比较的结实和牢固，是装得住的。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开箱和看一下 Apple 的白色 HomePod。那外包装呢就是这个样子。实际呢我觉得你可以想象成一台13寸的不是最新款的 MacBook Pro， 它在你手上那个重量跟这一台 HomePod 可能相当，甚至我觉得可能这个 HomePod 再重一点，所以是非常的有分量。在顶部呢是你可以看到的Apple HomePod 在顶部的一个视角。在底部呢是有一些简单的二维码呀和一些基本的信息产品的文字在上边。那接下来很简单，我们就来开箱这台 Apple HomePod。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封条，相信是一揭开就能打开。这直接一撕到底。在另一侧呢也是一样直接揭开。那如此一来呢不费吹灰之力两秒钟你就可以揭掉外边的一层保护膜。然后的话呢我们来打开到里面看一下Apple 的很多产品基本上都这么一个开箱的方式。一二三走。上面顶部这个盒子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功能，但是它也颇有一些分量。底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Apple HomePod 白色，同时呢嵌套在这个里边。那再在底部呢会有一个一些小册子吧，拿出来看一下。拿出来是一个圆形的小册子，在圆形的小册子里面就是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在美国的加州美国苹果设计。 All rights reserved， 里边呢是一个圆形的小册子，当然一定会有的。 Apple 很多产品尤其是笔记本产品会赠送的一个 Apple 的白色透明贴纸，一些一年的 warranty，HomePod info 等等不是很重要。最后有一个小纸上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告诉你 HomePod 拿到之后的一些基本设置的方式你可以问 Siri 什么问题，这上面也有讲，比如说 Hey Siri play some hip hop， 就是放一些 hip hop 的歌曲。 Hey Siri please play something by Bruno Mars， 放一些火星哥的歌曲。 Hey Siri set a 5 minute timer， 设置一个五分钟的倒计时。Hey Siri, what's it? No, not talking to you. Bla bla Siri,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Cupertino? Cupertino 天气怎么样？ Bla bla Siri, dim the bedroom lights， 就是把卧室的灯调暗一点。如果仅仅是看这个列表的话，你会觉得 Siri 现在可以控制的一些语音，基本上跟你熟悉的在 iOS 设备上和在 Mac OS 上，差异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差异。并不涉及到现在智能音箱的一些更难的一些问题上面，但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次的体验视频里边会再跟大家来详细聊一下。那里边的话呢还是要讲它说有一定的分量，在底部也是有一个凹进去和一个 Apple logo 的位置。在顶部呢这个位置现在不接电，你是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的盖儿，但是呢在接电使用之后呢它会有 Siri 那种闪烁的图案会出现嘛，对吧在这最后剩下这部分呢是给强迫症绕得很好看的一个线。
拆开之后呢就没有这么好看了。那我们去简单的连一下电和做一些简单的设置啊，来结束今天的开箱的内容。OK 啊，那现在 Siri 呢就通电了啊。我现在灯光比较亮，所以我是看不见这上面的，我把灯光打暗。那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一个变化。其次呢，我会在手机上来啊操作 Siri 的功能。那现在 HomePod 就弹出一个啊设置，那我点 Setup， 然后要求我连接 WiFi， 我当然是要连 WiFi 的啊。啊，这么复杂啊，那就不设置了。OK， 那这是非常简单的 HomePod 的一个开箱。接下来我当然会花一些时间去设置和日常使用一下，我对它的啊语音控制究竟能够给日常的生活带来哪些播放音乐和其他询问信息，各方面的方便便捷还是挺感兴趣的。我也啊看了一些评测，讲这个呢，其实它并不是市面上现在最智能的一台智能音箱。那究竟啊这样的价格购买到 HomePod 是否有意思，是否值当，是否我向大家推荐呢？在下一期的视频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y Siri， 爸爸，哒哒，没叫你 ，Come on，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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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Siri, play 7 days. Looking. Okay. Playing 7 days by Craig David. Hey Siri, play some music from Beatles. Here's the Beatles. Hey Siri, play Single Lady. Okay, playing 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 by Beyonce. Hey Siri, play some music from Alicia Keys. Sure thing. Now playing Alicia Keys.Hey Siri, turn the volume up. Hey Siri, play some music from J. Cho. Here's J. Cho.